王俊凯外网未修图好看得像神仙一样，可热巴的大脚趾实在太抢镜了。王俊凯绅士坐姿被赞，网友快掉下去了啊。迪丽热巴和王俊凯米兰时装周外网未修图曝光了，俊男俊女同框简直太养眼。热巴简直是个明艳动人小公主啊，不得不说她很适合时装周，比较艳丽，希望别演古装了，一演古装美女就粗糙的不行，时装周经修图艳光四射。我是热巴的颜粉，但自从看到别人说她大脚趾很大后，现在每次注意到的都是她的大拇指。真的很大型。哈哈，竟然有点可爱。还有王俊凯已经长得这么高了吗？比穿了高跟鞋的热巴还要高哎，而且五官也是真的很好看，完全服气的颜值。关键我发现她的脸居然比热巴的还小，脸型真漂亮，外往下皮肤还这么好，颜值很能打了小哥哥。跟饭拍没有什么区别，而且这种角度都没有双下巴，王俊凯厉害了。不得不怀疑这真的外网无修吗？果然年轻就是状态好啦，能看到胶原蛋白，很多明星的外网无修都一言难尽。建议大家将这几张无修图放大细品，不可方物的无加俊颜啊。PS放大可以看到皮肤纹理，超级高清了。不过这打光也是很加分了，当然本身也挺能打。但是老觉得王俊凯精气神差一点点啊。五官和外形都没问题，要练习拍硬照的表现力和表情。这张是抓拍照，王俊凯穿西装真的蛮好看，关键还特别绅士乖巧。杜嘉班纳大秀首台只有他一个男士，隔壁的女生短裙只能侧腿坐，王俊凯大概也就一半屁股坐到了凳子上吧，丝毫不敢往后和其他女孩挤在一起。哈哈哈，万花丛中一点绿。但这么挤住看秀感觉很不舒服，快掉下去了啊，品牌方是怎么想的？